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怎么不是人话了？他骗病人钱，不是害人吗？他是要下地狱的呀！他给你多少钱？不是钱的问题，买假药胖了多少年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你就把我们。那你就把病人推给假药贩吧。推给他又怎么样啊？药又没断啊，就这钱的鬼价啊，那也比几千块钱便宜啊。好多人连5000都吃不起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光什么是价？我是个卖生油的，我管得了那么多人吗？啊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被抓进去，他们怎么办啊？再说了，还不是我平时不爱要带回来的。你们能有几千圈子谢谢我啊？我又不是白心病人。我谢谢你，祝你开更大的神油店。